宗风三十细念法事大意。尊敬的诸位同修、诸位护法，大家早上吉祥，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。今天。 在借这个佛妻这么殊胜的姻缘，再一次啊，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洗讲介绍，中风果师一生啊。 为我们特别修净土的修这个念佛法门，最大的贡献呢、啊，就是有这一本《三十四念》的法事来给我们，字字句句啊，利益都不可思议的，只要依教。 他老人家的教诲，没有一个不成就的。从这个三十七年里面呢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中风果实啊，他的慈悲。在禅宗啊，禅宗的教学方法呢，他只讲一遍。 如果你今天在这个东西，在这个地方你听不清楚，他不再讲了。但是在这个中风果实啊，它是不一样哦。你去看里面的内容，你就明白了。一遍的，一遍的重复啊，都在提醒我们赶快去觉悟，快快觉悟。 也希望我们能够在这一生当中，我们的言语行为跟这一句“南无阿弥陀佛”能够融入一体。所以，在这个三十系念，从第一时、第二时、第三时，一直在重复的。所以，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明了了解，中风果实确实真的很慈悲。 所以，我们明天呢、啊、要做三十七年了，要做三天呢，很长哎。以我的能力，只能两天，不能三天。啊，这一次啊，特别例外，没关系。啊，嗯，以后等悟行法师过来了，才举办三天。<laughs> 哦，所以呢。 这个三十系念的里面的内容啊，不仅仅我们人呐、啊、人道啊很喜欢，连鬼神也是很喜欢。所以经文一开端呢、啊，就告诉我们明阳两地啊。哦，所以我这几天呢做这个三十系念呢、啊，跟大家细讲哦。说实在的。 我的收获很多哎，没想到哎，真的哎，特别是对这个念佛中峰国师的一面的内容讲的非常的清楚。经过学习嘛，而我跟大家来分享是选择一些精华的主要性的给大家分享。如果你要仔细的。 内容所讲的很精彩的，在我们佛教里面，大藏经有一部叫做《万字》，那一部大藏经里面有，里面有两本，一本是专门来我们来做超度的，就是现在我们明天要做的，还有另外一本。 就是《三十细念疑轨》，那里面的内容讲的非常的精彩了啊！如果大家有空啊，可以去参参考啊，《雷梦》里面的内容讲的非常的精华，所以我这几天呢、啊，说实在的，哎，收获很大啊！经过学习嘛，你要为大家来洗讲，你首先要来学习。 啊，明白。哎，没想到这句名号真的不可思议的。好，所以很多啊，我们前几天就讲过了。你这一生想要觉悟，你不靠经教是不行的，是真的。你不靠经教，我们容易走迷了，走错了。所以经教很重要。 要多听经，但是现在的人没有耐心了、啊。坐下来十分钟还好，十五分钟还好，二十分钟开始了，开始什么呢？胡思乱想了，心不在焉了。人在这个地方，心不知跑到哪里去所以啊，二十分钟开始了，慢慢呢、啊，那个。 很不耐心的，所以经啊听不出来它的味道，它的法味，那又怪谁呢？哦，所以你不相信，你请一个人坐在里面，听师傅在这边讲经，也不一定哎。<laughs> 我宁愿在外面，哦啊，坐着聊天啊，聊天呢，这是非人我呀，对他来讲，比听经更快乐。 <laughs> 所以啊，说实在的，昨天有人一个居士问我一个问题，我说：“师傅，释迦牟尼佛所讲的这个法，有八万四千法门，每一个法门呐、啊，都能够帮助我们每一个众生，在这一生当中能够解脱。” 能够离苦得乐，但是我写了好多年，为什么我那个学佛的境界啊提不起来呢？那个境界不能提高呢？什么样的原因呢？我们在学习当中、念佛当中很多事情哦，有时候念到一半不念了，学了一半就不学了。那如果今天我们如果想要学佛， 你要提高你的境界，你要靠什么呢？你要靠什么？嗯，你要提高你的境界啊！无论在什么样的境界当中，我们在这个人生当中啊，人不如意事的，古人常讲，十有八九嘛。我们在这个人生，不是每一件事情能够让我们称心如意的，让我们很讨厌的。 不欢喜的、不高兴的太多了，太多了，让你那个心很烦恼。在这个境界当中，你没办法经得起考验。那我们要提高你这个境界，那你要靠什么呢？起码你将来临终的时候，你的障碍就不多了。就算有障碍，你不会被这个障碍而受干扰。 你要慢慢去锻炼。所以昨天有人问这个问题呢，我今天给大家分享，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讲，你要提高你自己的境界，在修学当中，无论你在念佛、修什么样的法门、念咒也好、读经也罢、拜佛也好，无论你在修什么样的佛法当中，你要靠什么呢？ 你要靠什么？你要靠什么来维持，让你那个境界啊，念佛能够慢慢的提高？因为我们现在的根性不如以前了、啊，我们现在这个根性真的不如以前，再加上现在这个时代的诱惑的力量太大了，外面的诱惑太多了，再加上我们的内心的烦恼。 你要靠什么呢？你要靠忍辱啊！你要靠忍辱。你没有忍辱的基础上，无论你在修什么样的法门，无论你怎么念佛，你到最后啊，很难成就。忍辱很重要的。 所以，释迦牟尼佛为什么在《金刚经》整个《金刚经》里面的内容，它有很多几句话为我们说明。其中一句：“一切法得于忍。”你没有忍辱的境界的基础上，你在这个修学当中，你容易被倒，容易投降了。 甚至于有时候随着自己的烦恼，随着自己的习气去造业，所以忍辱很重要。哎，今天有人一个，比如说莫名其妙突然间来骂你，你怎么样去反应呢？像师傅前几年常常遇到有一个人常常来干扰。 我当做什么？当做他是我的老师，老师什么来磨练我这个性格，磨练我的耐心，让我这个境界的学府的境界能够慢慢的提高。如果连这个东西我们都不能忍了，那以后遇到大的事情怎么办呢？那以后我们临终的时候，突然间冤亲债主找上门了，经不起考验，随着自己的这种的业力。 那念佛这一生就完了。所以修行真的，只要你认真来修，对我们来讲呢、啊，都是无量无边的功德啊。如果你不懂得修，怎么修都是烦恼的，都是造业的。所以遇到什么样的事情，你要把它当做什么？它是我们的老师。 三人行，必有我师。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境界当中，逆境也好，顺境也罢，你要真的是忍。当人家赞叹你的时候，你那个心能够忍辱，不起贪念；当你遇到逆境的时候，你那个心不也能够忍辱，不起嗔恨。我们要慢慢的锻炼。 慢慢的练习，把一切众生当做什么？当做是我们的老师。什么样的境界当中，无论狂风大浪，你都能够经得起考验。所以，为什么诸佛菩萨在这个生活里面跟我们混在一起？无论在什么样的境界当中，他都能够经得起考验。他的忍辱为什么能够建立起来？ 因为他的忍辱所发的是真心的发心的，他那个忍，在，他真的发出来的。我们的忍辱啊，所发出来的不是真心的，所以遇到很多事情的时候呢，容易被考倒了，就是这个原因。所以你不能怪别人，只怪自己。所以啊，昨天这个居士啊。 我就跟他讲：“啊、哦，确实真的，以我的经验来讲，你没有那个忍辱，你要修行真的很难呢。真的哎，念佛容易懈怠，<laughs> 在这个环境里面，真的诱惑太大了，你没有那个忍辱，真的好难呐、啊。” 你看，释迦牟尼佛以前如果没有靠忍辱呢，他怎么能够很快的把这个时间成佛的时间呢、啊、幅度啊缩减呢？很快就成佛了。本来是排第五尊的，第四尊的是弥勒菩萨，但是一考验考过了，把这个本来第五尊提高了，变成第四尊了。 释迦牟尼佛太了不起了，在这个五浊恶世哎，能够视线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靠的是什么？忍辱啊！那今天我们念佛也是如此哦，记得，就算有人怎么样来伤害我们、批评我们，无论是怎么样的，当做他在来考验、来磨练。 因为我将来我要离苦得乐，我将来要超越六道轮回，我将来要得生净土，我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我要亲近阿弥陀佛，这一些的考验对我来讲都是我的老师，提高我自己的境界。你要这样的想，学佛才能够得到利益，不然的话，你怎么诵经，怎么念佛，考验一来。 你就没办法接受，一发脾气，全部都完了，又再从头开始，又遇到境界，又再发脾气，又完了，又从头开始，你不累吗？你不累吗？所以回到家里的时候，看到什么样的不如意的事情，当做什么？当做修行。 哦，先生骂的，骂得好。<laughs> 但是，我们要不断的去反求诸己。今天有人在我们在这个面前来批评我们，来说我们，说明什么？说明我们自己可能做不好了。如果没有做得好，就算我们做得好没关系，可能就是我们的业力。但是几乎啊。 很多事情啊，不是在外头，在我们自己本身。这个我们一定要明白。这个就是从我自己经验来给大家分享。所以你要找到你那个美满的快乐，你到外面去找不到的，一定要从你自己本身内容去化解。只有自己化解了，别人才能够化解。自己化解不了，你要跟别人相处，有可能吗？ 特别现代这个时代，看到人就喜欢讨厌，看到人就喜欢讲是非，看到人就喜欢批评，在这个时代就是现在这个样的。你想一想，在这个环境里面，你在这个环境里面能够出现而真正修行，将来成佛了，你就是跟释迦牟尼佛没有两样。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的。所以，为什么在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？ 此方一切诸佛如来经文一开端，就称赞释迦牟尼佛什么？能以五浊恶世现不可思议大智慧、神通之力，调伏刚强众生知苦乐法，就是这个原因。所以今天你要不要写释迦牟尼佛？要不要？真的啊？ 你讲出来了、哦，不能骗师傅哎，骗师傅，师傅能够知道、哦。哎，等一下回到去啊里，里遇到境界，考不起，考验又来了，没关系，慢慢考。哦、啊，这个学佛啊，不是一天两天的，哦、啊，只要我们能够慢慢的累积，好好去锻炼。哦、啊，你看那个海贤老和尚，有一天呐、啊，啊，被一个送那个。 那个文件的，哦，讲了几句话，只是讲了几句话而已哦。不高兴，马上一巴掌，啪，打下去，哎，哎，打那个三宝，哎，我从来没有被人家打了，被人家骂有了，但是没有被人家打了，哦，没有了，没有那么严重了。 那个矮家老和尚一巴掌啪，旁边的人呢、啊、忍不住啊，好、啊、生气呀、啊，要跟他辩论，要跟他吵起来。老和尚啊，一句话，好了好了，不用了，不要跟人家计较。哎，可能是我不对，哎，甚至于可能我的这个这个脸哦，可能有一点问题、啊，没关系，打得好，<laughs> 没事了，真的哎。 所以修行不是说一天两天能够成就的。所以为什么昨天给大家分享中风果实在这个三十系年，常常在这个三十系念劝导我们，劝导我们什么呢？你要把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，把它养成习惯。 把这一句阿弥陀佛变成你自己的生活，养成你那种的习惯。无论在什么样的境界当中，在一切处一切时啊，随时随地你能够提起这句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。你要重复的去念，一遍的，一遍的去念。 中风果实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：明确的，啊，你不能念的太少，你要念多，把它念熟，把它念那种虔恳的信念。所以古人讲得好啊，是什么呢？生处转身呐、啊，熟处转身呐、啊，要把它念熟。 所以昨天我跟大家讲，你看我们的第二代祖师善导大师，善导大师每一次念一句阿弥陀佛的时候，口中出一道光明；少康大师每一次在念一句阿弥陀佛的时候，他的口中都出什么？一道一尊的化佛。哎，他也不是一天两天成就的，他也是。 不断的去练习，不断的去锻炼，重复的一遍的一遍的去念，时间到了，他就成功了吗？所以我们很多这些净土圣贤路念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，欲知十志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靠的是什么？就是把这句南无阿弥陀佛练成习惯了。 啊，练成习惯了，时间到了，自自然然就清净了，你的境界就提高了。起码呢，时间到了，你的功夫最低的，就是念佛功夫成片了。这个功夫成片的意思，你能够辅助你的烦恼了，你这个烦恼起不了作用了。在什么样的境界当中，这个烦恼不会来干扰？ 在什么样的境界当中，你不会被迷惑了，而且在这个境界当中，你生死已经自在了。你想要多留就多留，你想要早天离开都能够有这个能力，随着自己的欲望。这个就是什么呢？从慢慢的锻炼出来的。你要把这句名号跟你的生活融入一体。 你要把这句“南无阿弥陀佛”跟你的生活变成一体了，那你这句“南无阿弥陀佛”感应就不可思议了。我们要这样的锻炼，要多念，一天念阿弥陀佛至少一万声的，请举手。一二三四五，剩下的。 所以呢，你要怪谁呀、啊？老师怎么教我们做，我们都不听话。以后念佛不得力，又怪老师，怪佛菩萨。哎，没办法呀。所以这个念佛啊，很多人呢、啊、常常讲啊，“阿弥陀佛”这句名号的功德不可思议。很多人说，我也念，他也念。 那为什么他能够得到感应？为什么我不能得到感应？他也念，我也念，为什么他能够念得法喜？为什么我念佛不能念得法喜？为什么他能够念得得清净心？为什么我不能得清净心？为什么他这个人念佛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？为什么我今天念佛往生不能到西方极乐世界？区别在哪里？为什么不能得感应？功德为什么有区别这么大？为什么善导大师念佛一句阿弥陀佛口中？ 都出一道光明，我们为什么没有呢？喊破罗喉，连一道光明都没有，什么原因呢？你看以前啊，以前那个印光大师啊，印光大师你知道吧？是我们净土宗第几代的祖师？第几代啊？第十三代。印光大师啊。 他有一个很特别，他有一个特别什么呢？他念大悲咒啊，那个水呀、啊，好灵哎，很灵哦，真的很灵。印光大师的功课，每一天晚上睡觉之前，至少五十遍呢，念大悲咒哎，所以他的那个大悲咒那个水呀、啊，很灵。 所以很多那个时候呢，那个很多人生病哦，小毛小病哦、啊，都去找印光大师哎，印光大师没有别的，持大悲咒，把那个水呀、啊、给他喝，很多就念，一喝下去啊就好了。印光大师哎，我以前刚刚出家，我有看过哎。 我们的邻居，我我我住的那个我师傅的道场，那个邻居啊，他的生活、啊，这个人是有钱人，那个、房子好大，像皇宫一样，好多钱。他生病，常常常常看医生，那个病常常不好。这个病那个病，所以啊，有一天呢、啊，他到这个我们的师傅道场隔壁而已啊，去求啊。然后呢，那个时候我的师兄。 我的师兄哦，所以我的师兄呢，在这个大殿里面呢，求他来求嘛啊！我这个师兄啊，念这个大悲咒，念了二十一遍，然后给他喝，然后呢，回去之前呢、啊，劝导他：你要天天念南无观世音菩萨，你要相信观世音菩萨，观世音菩萨是大慈大悲、救苦救难、广大灵感，你要相信他。 只要你相信，你就有救。所以啊，他呢就把这个大悲水拿回去，然后呢，每一天晚上之前睡觉之前呢，能念这个名号，哎，病了自然而然就好了。这个是我亲眼看到的。印光大师啊，念那个大悲咒啊，那个很灵啊，灵的不得了啊。我们今天呢？ 不要说五十遍，念了一百遍，不但没有灵，喝了这一杯水可能会拉肚子。<laughs> 哦，不但没有灵感，又可能又拉肚子，<laughs> 很多哎、欸，你不相信啊？很多到一个寺庙，很多人啊，啊，反正啊。 事情解决不了的事情啊，才想起三宝。当他发财的时候，把阿弥陀佛三宝放在一边了。哦，所以啊，印光大师这样的念，他为什么念的咒这么感应啊？为什么我们念的咒为什么不感应呢？是不是这个咒已经不灵了？ 不是啊，是不是观世音菩萨偏心呢、啊？他是一个出家人，我对出家人好；你是个居士，我对居士好。观世音菩萨有这样的心态吗？没有，不是的。印光大师为什么今天念的这个咒这么灵？是因为他的那个心跟这个咒已经相应了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啊，他的土地很多生病哦。 有大小病很多、哦，靠什么呢？靠持咒来维持治他的病，治好的。心咒嘛，很多。哦。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，所以这个咒语啊，只要你那个心跟这个咒相应了，投入了，感应不可思议的。那今天我们念佛也是如此啊，你今天这个心。 这个心已经跟阿弥陀佛投入了，融入一体了。当你念这些“南无阿弥陀佛”的时候，整个境界就显在你的面前了。所以有人会看到阿弥陀佛的像，有人会看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七清二楚的，没有一格两尘的，都是在你的眼前。 为什么会这样？心已经投入了。像我们念佛也是这样，有这种境遇。当你那个心已经投入到阿弥陀佛那个境界上，整个时间、空间都没有了。有时候我们会入到这种的境界，整个所有的一切的万法里面，你已经没有这个隔离了，非常的法喜。 所以，为什么五量寿精啊？把这个念佛的境界，你能够拿达到那个境界啊？用落尽比丘来比，就是这个道理。那个法喜，那个快乐，没办法用语言来形容的。我们有时会投入这种的境界，但是没有那很明显。但是我们已经入那的境界了，都、就是因为你那个心跟阿弥陀佛已经相入了。 所以今天我们念佛也如此，念咒也如此，诵经也不例外。所以很多人都在执着，到底我是念佛好，还是念咒好，诵经好，还是念佛好？那个不是关键，那个不是，不是关键在这个地方，因为佛所讲的都是从他的自信流露出来的，经也是一样。 做也是一样，佛也是一样，都是从他的自信流露出来的，听懂吗？听我、啊，听得懂吗？我看你们的眼睛一直看着我，师傅你在讲什么？我听不懂哎，你不要害我啊！这个在这个地方哈、啊，花这么多的力气，你还听不懂一句？哎呀！ 回到家里吧，好好念佛就算了啦。<laughs> 好像以前呢、啊，有一位老人家，<laughs> 每一次在听经的时候，坐在后面，坐在那个椅子，好舒服，一坐。刚刚师傅开始“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”，“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”，他入定了。 所以听经哦，不要太好命，除非你的身体不舒服。所以师傅呢，每次在听经啊，没有坐在那个椅子坐在哪里？坐在地下的，把那个 iPad 放在你的面前，然后呢，放在哪里？前面都是我的佛像，<laughs> 佛在那边，你敢打瞌睡吗？<laughs> 就是这样的，念佛听经啊。 哎，老人家，哎，哎，入定了，啊，入定之后呢，哎，起来了，结束了吗？啊，大家鼓掌了吗？啊，感谢师傅，啊，慈悲开始，啊、哦，啊，起来了，<laughs> 啊，起来问他，你有没有听到师傅讲话呀？他说有、啊、呀，师傅。 哪一句话呀？听说师傅的胃不好呀！<laughs> 啊，完了啦！呃，这下完了啦！哦，那怎么办呢？没关系，好好睡，只要你能够念佛就好了。哦，念累了你去睡，睡醒了继续念阿弥陀佛，很好了。哦，一句话听进听,听不懂没关系，一句阿弥陀佛能够听得懂，那个才是关键。 所以现在的人哦，要教教化人哦，真的好难呐、啊，真的诶。说实在的，现在哦，你叫他来听经哦，不一定他也听经，但是如果有做法会哦，一窝蜂就跑过来了。哼，二是叫他坐下来好好听经，没有那个耐心。所以现在的人呐、啊，为什么根性不如一代啊？ 为什么现在的念佛的人、修行的人成就为什么越来越少？为什么呢？没有那个耐心，没办法。所以从这个地方，无论你怎么念，你不要去管。最主要的是什么呢？最重要啊！讲一句老实话了，只要我们那个心真的是真诚心。 来念呐、啊！无论你今天是念什么样的咒语，无论你今天念什么样的佛号，无论今天你读什么样的经，全部都是最好的。不要去分别，真的。我跟大家来讲一个故事啊，这个讲故事啊，大家可能比较喜欢听。 所以，为什么我们在讲经当中会加入几个故事啊？来给大家一种参考。我有曾经看过一个故事，一个公案。他说啊，有一位老人家，七十九岁，他呢喜欢在这个山上，在这个山洞里面呢、啊、做什么呢？念咒。念什么咒呢？都是念观世音菩萨的六字大明咒。 观世音菩萨的六字大明咒是什么？啊，像师傅以前也常念“哦，玛尼叭咪哄，就是这样，跟我们六字一样。南无阿弥陀佛，观世音菩萨都是用这个六字大明咒修行的。这个六字大明咒的感应不可思议的。那这位老菩萨呢，他念得很沉呢，他念念一念念念几年了、啊，大概一年多了，没想到。 他念这个六字大明咒啊，会放光哎，整个洞啊会放光。那有一天呢、啊，有一个法师走过了，有一个法师走过，诶，他看到这个洞啊，山上有放光哎，很好奇就跑上去了。哎，跑上去的时候呢，诶，看到里面有一位老人家在念咒，但是他很奇怪，为什么他念的咒语跟我念的咒语不一样？不一样在哪里呢？因为这个老人家呀。 他是念什么咒语呢？他讲念嗡嘛呢叭米牛，他 <laughs> 不是念嗡嘛呢叭米哄哦，他念嗡嘛呢叭米牛，嗡嘛呢叭米牛，嗡嘛呢叭米牛，把这个牛娘念出来了，很、啊、牛、啊、知道吗？动物嘛，牛啊，<laughs> 人家是念嗡嘛呢叭米哄。<laughs> 还把人家念到唵嘛尼把咪牛，唵嘛尼把咪牛，啊，这个法是很奇怪。哎，这个这个老人家会怎么念这个唵嘛尼把咪牛？明明是唵嘛尼把咪吽啊，就跑进去了。就刚刚那个老人家讲，哎，老人家你念错了，哎，念对的是唵嘛尼把咪吽，你怎么念唵嘛尼把尼把咪牛呢？哎，这一下惨了，这句话干扰他的清净心了。所以老人家、啊、已经一年多都念唵嘛尼把咪。 牛了！你突然间跟他讲：“哦妈，你把米哄。”那心整个心就乱了，一边念咒一边心乱，越念心越散乱了。念牛对还是念哄对？在那边一直在挣扎。哎呀，对还是不对？对还是不对？心散乱了。那这个法师讲完之后呢，就出来了。 出来要下山的时候，突然间，哎，这个山洞为什么没没有放光了？那光没有了，所以这个法师啊，赶紧啊，又上山了。他说：“哎呀，这一下惨了，我错了，赶快又进去告诉这个老人家。他说：老人家，对不起，我多嘴，你的念 Om Mani n 才对。” 我的嗡嘛呢叭咪吽是不对的。<laughs> 当这个老菩萨呢听到这一句话呢，整个心就放下了。当他心定下来的时候，又恢复的正常。嗡嘛呢叭咪牛，嗡嘛呢叭咪牛，嗡嘛呢叭咪牛。没想到一出来，哎，这个山洞又放光了。<laughs> 所以啊，这个法师啊，在这个地方啊，开悟了。 忽然间大悟了。他说什么呢？佛所讲的咒语，这个心座，就算我们不是故意的哦，念错这个咒语啊，但是你那个心已经念到成了，你那个心已经跟这个咒已经相入了，跟这一个阿弥陀佛、观世音菩萨已经相入了，那个功德感应就不可思议了。就算我们念错了。 横哲灵嘛，所以不要去计较，不要去分别这个事情。所以有很多次啊，我在这个道场啊，无论在很多地方哦，有人说：“师傅，念阿弥陀佛好，还是念阿弥陀佛好？”来了一个越南的师傅，我念阿弥达巴好，还是阿弥达巴好？ 在那边很挣扎，在那边挣扎。我已经习惯念阿弥达巴，突然间有人跟我说：“你要念阿弥陀佛，你逼着他你念这个阿弥陀佛。”他已经习惯了，突然间你逼着他，你要跟大众一体一样，我们大家都念阿弥陀佛，你怎么能够念阿弥达巴呢？在那边分别，你害人家。 人家都已经习惯了，你突然间要把人家改口，哎，样我也不心静哎？要尊重，不要去分别。你看我师父在洛杉矶，美国做三十七年，啊，在 Orange Country，就是越南城，啊，美国洛杉矶大概开车两个钟头，好多越南人，好像整个都越南城。你看他。 越南城呐、啊，这个这个越南的那些居士很发心，他们没有到场诶，他们也不想搞到场，他只是每一年哦，大家几个人发心，租一个那个这个这个、这个、这个妓院呐、啊，就是歌妓院的唱歌的那种啊，演唱会的那一个，在那边呢、啊、来办三十年。我们台上唱的是国语。 他们全部下面唱的就是越南人，都是越南文的，但是大家一唱起来没有区别，大家很欢喜，大家很开心。我上面要念国语是你的事，下面我念我的越南文也是我的事，我喜欢念的，很欢喜啊。所以从这个地方呢，我们不要去分别。 阿弥陀佛也好，阿弥陀佛也罢，阿弥达本也好，阿弥达本也好，只要你那个心真诚的心去念，不互相干扰就好了，不要去执着哦，不然的话，他已经习惯念阿弥达本了，啊，临终的时候啊，已经要走了，要离开这个世间了，他已经习惯了念阿弥达本，阿弥达本，阿弥达。 突然间，你来到这个地方，你跟他助念，你逼着他你要跟我念阿弥陀佛，心乱了，啊！所以不要去分别，只要你用你那个真诚心去念，感应就不可思议了。这一段里面呢，就是中风果实在这个地方啊，来为我们说明佛号要多念，要把它念熟。 不能一句两句，一句两句只是正上根，那个功德啊，显出来的不是很明显的，你要多念，明白吗？听懂吗？知道吧？好，那我们看下面，中风口师怎么讲呢？请合掌。嗯嗯嗯 下情为存以难施，一念回光而一往。旧境不居轩外，分明只在目前。甚如是，几经众等细念弥陀三时佛事，只如不设正修。 青蒙硕记一句，如何举扬？请放上经文，我们念到这个地方。这段经文呢、啊，非常非常的难得。啊。很多人在做三十七念，第一时一开端，我们都会常常念到这一段，念到很熟悉。但是有没有真的去了解明白呢？很少。下情，下情是指。 指什么呢？是指我们六道的凡夫啊，叫做下情。我们这个六道的凡夫，每一分每一秒，不断的都是在外面的，是被诱惑了，被迷惑了，所以无法能够提起那个正念，称为下情。那纯呢？ “存、这个”这个这个字是指什么呢？最主要的是为我们说明什么？中风国师叫我们要去思考、去猜测的意思，是思考什么呢？去猜测什么呢？让我们去明白这一句“南无阿弥陀佛”的名号啊，功德真的不可思议的。 四十八愿的阿弥陀佛的威神加持也是不可思议的，有这么大的不可思议的“南无阿弥陀佛”这句名号，凭我们六道的凡夫能够去体会得到、去明白、去了解、去想通呢？是不可能的，是很难，我们无法去想通的。 所以我们在《弥陀经》，我们谁看得到？释迦牟尼佛在这个《弥陀经》讲，弥陀名号功德不可思议。所以《弥陀经》啊，其实呢，它的经体，释迦牟尼佛给我们的经体，不是佛说《阿弥陀经》，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，一切诸佛所护念经。它的原本的经体是这一个。 佛说阿弥陀经是鸠摩罗什大师最后翻译经书，把整个弥陀经搞清楚、搞明白了。原来这一部阿弥陀经都是在讲这一句名号的功德，都在称赞西方极乐世界的无尽的庄严。就算我们用百千大劫来称赞西方极乐世界，都没办法称赞就完，何况来称赞这句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？明白之后呢，才把这个经体。 改成《佛说阿弥陀经》，那干脆就念一句阿弥陀佛，直截了当。它的经体的原本不是这一个。那这个下情唯纯以难思，就是说我们这个六道的凡夫没办法去了解。不要说我们连舍利佛代表智慧第一都没办法去了解，何况我们呢？ 所以呢，怎么办呢？师傅，不要去想，也不用去思考，老老实实去念，感应是不可思议的，真的感应是不可思议。你看那个柳树云老居士啊，我也是把他当做我的老师。那柳树云老居士那个比那个严重更更厉害，那个病啊，医生已经判断了，你的寿命不到半年呢。 你准备吧，但是很老实啊，他相信了、啊，全部交给阿弥陀佛，老老实实念这句阿弥陀佛，不求长寿，也不求健康，把这个心放在阿弥陀佛那边。你想，现在到现在了，已经几年了，感念不可思议啊！你看前几年，中国有一个叫做什么，叫做韩中英。 韩中英的他的肾两个都已经烂掉了，但是念这句阿弥陀佛，他相信真诚的心，天天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，没想到感应不可思议，长出什么？长出新的肾来是实的、啊，所以我们也不用去想，但是中风果实在这个地方教我们的什么？去思考，去猜测。 就是这个道理，所以下面中文古诗叫做什么？南师，南师就是讲什么呢？就是指这一句“南无阿弥陀佛”，他的功德真的不可思议的。我们怎么想也想不明白，这一句名号为什么这么厉害？怎么想都想都不明白，也想也想不通，也不容易去明白。说实在的。 我今天在这个上面给大家这几天讲了一大天，大半天哦。我自己啊，也真正能够明白，也讲不清楚啊。你想一想，这句名号，你怎么能够想象的呢？无法去想象的。但是我们老老实实去念就好了，真的。像师父以前小的时候。 我们小的时候很喜欢看一部美国的影片，叫做《超人》，英文叫做什么？Superman？大家有没有看过？有没有？哎，呀，承认嘛，这个师傅以前有看过啊。小的时候很喜欢看这个电影。我们呢、啊，很多这个老小朋友呢，在那边搞不懂哎，哎，搞不通通啊。 他为什么会飞呢？为什么我们不能飞？哎，搞来搞去为什么这样？甚至有几个朋友呢在做试验。那 <laughs> 傻孩子就是这样。因为我以前小的时候住在我的乡下，我的我住的地方啊是一个小岛，都是在海边长大的，都是以捕鱼为生，所以我们那个海水啊，对我们来讲啊。 就好像我们的老祖宗一样，无论大浪小浪，对我们来讲啊都不怕的，因为我们习惯了嘛，每一天都是在海边游泳的，就是这样的。那有一天呢，搞一大半天搞不懂嘞，然后你看到这个 Superman 哦，这个这个超人哦，哎，他后面不是绑了一块布吗？哎，可能这个绑这块布哦，我们就能够飞起来了。 然后呢，每个人哦，绑了这块布，一绑起来，然后跑到哪里去？跑到那个海边的船，那个船呐、啊，就最高的船，你跑到最高的，然后呢，好多人啊，从这个最高的船呢、啊、跳下去，到个海边，有没有飞起来，不但没有飞起来，一跳，哇，好痛啊！哇，那个真的好痛啊，痛的不得了。 哦，还起来在那边搞大半天，为什么我们不能飞呢？为什么他会飞呢？奇怪呢，搞不明白。所以我们妈妈、母亲呢、啊，骂我们呢、啊，傻孩子，这个傻孩子。哦，他讲了一句话：做演员的人呐、啊，做戏的人，如果不疯狂啊，你们看戏的人会被迷吗？会被骗吗？ 就是这样的，后来长大才知道，哎呀，那个是个影片呐、啊哦，哎呀，那为什么被骗呢？啊，所以呢，这句名号功德是什么样的功德不可思议，我们不要去想它，原理原则好好去念，老老实实去念，一遍的一遍的去念，不要去执着。 因为我们现在反复是没办法所以中风果实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：只要我们肯念功德，所显出来的利益都是不可思议的。所以中风果实告诉我们：一念回光而一往啊，什么意思呢？这一句话就是告诉我们一个道理。虽然现在我们不容易明白这一句“南无阿弥陀佛”。 他的功德有什么样的不可思议？但是这个方法很容易，只要我们能够依照这个方法，松风果实的所有的劝导，你好好去念，老老实实的去念，用你的真心，用你那个肯发愿的心，真诚心去念。 只要你把这个心跟这句阿弥陀佛，像前面刚才讲的，能够相应投入了，中风果实啊，就告诉我们什么呢？一念相应，一念佛啊，念念相应呐、啊，念念佛。什么道理呢？说老实话，这一句话讲出来。 我们听了几千遍也听不懂，什么叫做一念相应一念佛，念念相应念,念念佛，我们也听不懂。所以，我们今天呐、啊、所谈的这个念佛的功德，只是在经上所知道而已，就是所知道的，就是非常的浅呐、啊，非常的浅，好像懂了。 但是呢，只是皮毛而已啊！真的是皮毛而已啊！所以，偶一大师才《弥陀经要解》告诉我们：“为佛以佛方能救经”，才说这句话出来呀、啊。凭我们这个反复，你要去了解、去体会这一句阿弥陀佛的名号，是不可能的。 所以，释迦牟尼佛在经上在给我们增加的信心，在经上告诉我们什么呢？连那个等觉菩萨，观世音菩萨哦，大势至菩萨哦，如果没有得到阿弥陀佛的慈悲的加持，四十八愿的加持，对这个境界呀、啊，也无法明了。观世音菩萨哦。 所以今天呢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师傅，乖乖的念，老实的念，听话要这样。但是，我说但是、哦，但是哈，但是啊，如果大家还是怀疑、好奇，我很想了解，我很想明白这一句“南无阿弥陀佛”他的圆满的功德有什么样的不可思议，有什么样的利益。 只有一个方法，什么方法呢？我鼓励大家，只有一个，什么方法？嗯，什么方法呀？你要读哪一部经？你要读哪一部哪一部经啊？老和尚说，你要去了解《无量寿经》，你能够了解吗？ 五量说经所讲的，我们能够明白吗？如果你明白的话，你们今天还不在这个地方，你早就走了。你还在这个地方，没有？那只有个方法，我鼓励大家，赶快去西方极乐世界，<laughs> 赶快念佛哦，到西方极乐世界去。 然后见了阿弥陀佛，你亲自问阿弥陀佛。哦 <laughs>、oh,，你赶快去，只要你见到阿弥陀佛，你就明白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念佛这个方法是阿弥陀佛亲自提供给我们的，那当然很明白了、啊。<laughs> 说实在的。 啊，我到现在还搞不清楚。我们师傅上人常讲，你要把这个《五量寿经》读熟了、了解了，你才能够明白这句阿弥陀佛的名号。到现在十几年了，还是搞不懂。<laughs> 凭什么呢？没办法呀。所以只有一个方法，赶快念阿弥陀佛，将来见到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，我有一个问题，我搞了好久了，搞不懂。 帮你啊！问我这个解答这个问题，嗯，你的名号的功德是什么样的功德？啊，阿弥陀佛一定跟你讲的哦。所以啊，只有这个方法，除了这个方法没有别的。所以为什么佛在弥陀经连续的四次告诉我们应当发愿？你要赶快去发愿到西方极的世界。只有到西方极的世界，你才真的明白。 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苦口婆心在这个《弥陀经》连续的四次来告诉我们、劝导我们你要念佛？原因就是在这个地方。但是，但是，就算我们今天不明白、不了解、想不通，但是中风果实告诉我们，阿弥陀佛给我们保证，就算今天我们听不懂、不明白，关系不大。 只要你肯念这些“南无阿弥陀佛”，你肯发心，你肯发愿，就足够了。但是中峰果实下面又告诉我们，你还是要多了解一点，因为你能够多了解一点呢，我们这个念佛的功德容易相应了。道理就是在这个地方。 所以你修净土法门、念佛法门，为什么我们师父上人教我们要常常去读诵这个《无量寿经》？原因就是让我们明白这个道理。将来你念佛了，你明白了，你那个相应，你就跟阿弥陀佛投入了。那今天有人问了、啊，师傅，那我今天如果没有完全全部懂呢，怎么办呢？没关系。 中风果实后面告诉我们：只要你老实，你听话，你真的好好念，一遍一遍的去念，把它念熟了，重复的一起去念，你真的把它念好了，中风果实就告诉我们，这个就是念佛法门殊胜之处啊，都是用这个方法来成就的，真的。 所以从这个地方啊，中风果实啊，给我们说明一件事情：今天十方诸佛如来、诸大菩萨教我们念这个方法，他们有没有用另外一个方法？有没有？他不可能啊，他不可能教我们念那念这一句一个方法“南无阿弥陀佛”的方法，然后他念用另外一个方法，没有。为什么呢？是什么样的原因呢？怎么讲清楚呢？明天。 再跟大家来说明啊！今天呢、啊，简单呢、啊，给大家来说明啊，这个三十息念，刚才前面所讲的下情为存以难事。哦，希望大家好好念，就算我们听不明白。哈哈。 听不懂，只要大家老实听话，啊、哦，一遍的，一遍的去听去念，啊、哦，用你的那个心，啊、哦，有耐心，啊，有清净心，啊，真诚心，你好好去念，就算很多妄念没关系，不用理他，哦，只要你回复到那个名号为中心，慢慢的，你的妄念呢、啊？ 会越来越少，啊，这个就是我这几天呢跟大家啊学习这个讲经这个三十系念所得到的。说实在的，当你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候，那个妄念就少了，妄念少了，念佛就很法喜的，法喜身体就是健康的，所以你要身体健康，心健康，身体就健康了啊。所以希望大家，我们明天呢、啊、要做三十系念了。 啊，我们用个真诚心来办这个法会，啊，来举办这个法会，啊，希望啊，我们一起来回向，来回向给我们这个世间，啊，这个大灾化小，小灾化无，也希望我们的过往的父母，我们的累劫姻亲债主，在这个三十信念当中，蒙阿弥陀佛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将来他们到西方极乐世界。 我们将来离开这个世间，也能够跟他们同生极乐国。那我们来到这个世间不白来了，真的不白来了。无量劫以来，我们不会再流浪了，因为这个流浪生死太苦了。好，所以大家好好听话，该慷慨的慷慨，该放下的放下，尽心尽力，因为这个世间都是假的，没有一样东西带得走的，不要去想太多。 哦，我们可以欣赏，但是不能霸占，也不能控制，也不能占有，因为所占呢，那就是苦的。好、哦，祝大家年年如意，岁岁平安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谢谢大家今天的赞叹，今天的支持，谢谢阿弥陀佛。